他说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南瓜的新吃法啊，之前我们做过咸蛋黄皮南瓜啊，我们今天做一个染糯的南瓜啊，这个跟那个南瓜的做法不一样啊，把这个南瓜呢，看都是切成小丁子块，切成小样。软糯的爆汁南瓜啊，都做好了，可口又下饭。